佳佳，我不只是想要跟你谈恋爱，我真的是以结婚为前提在跟你交往的。哎呦，什么啦？我不是一个浪漫的人，我也不会刻意营造气氛。哎呦，所以好，我没有怪你的意思，只是你谈恋爱都长这个样子哦。可能是因为我是军人，又是辅导长。常常在放假前要炫耀两性盈规，所以我就会军人也是人啊。哎，算了，我不想跟你说这个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你现在可以把眼睛闭起来吗？哎呀，我才不要！你相信我吗？把眼睛闭起来。好羡慕哦，赶快闭嘛！嗯干嘛啦？你刚刚不是说两性无归？等一下被别人看到怎么办？这里没有人啊，这里满满都是人。啊，我们不是人哦。哎，有吗？在哪里？在这里。没有人吗？好了。这个地上的石头怎么这么多啊？他坐好站，坐好站。乐言乐言，你那刚那眼睛上闭起来那个时候，我都快冲过来。对，对，我也很想冲过去。对，冲过去直接把你摔到桶这里。把你们两个演情侣，演到最后，人家都觉得你们是一配啊。对啊，粉丝还送礼说希望你们成双成对，祝福啊，真的，真的，只要送礼就是我一半，他一半。哇，因为这部戏我们拍了两年多了，快两年半。然后你们都是一对，我们都是一对。然后私下我们可能跟谁拍照什么的，他就会去那个人的 IG 说。他跟陈千文在一起，你不要来传。对，我想说，我会帮你们抓。哎，对对对。然后他明明一个人在开车，然后就说乐言明明就在旁边，你们不要装了这样。未来是什么？没有人会知道嘛。对，我们都很祝福嘛。对，而且他们曾经演一演，直接亲起来。哈，自己加戏。对，真的假的？剧本里面没有。真的。因为我们的剧情是还蛮 free 的，就是如果就是这个桥段可以加什么，导演如果觉得OK 符合的情境，就可以加进去。但我觉得千文是不错的男孩子。他是啊。哎呦。是啊。哎，粉红泡泡。来，千文，你觉得乐言怎么样？这个女孩子，如果说将来有一天我真的就是以结婚为前提或怎么样，不管怎么样啦，你觉得可以吗？哎呦，很 nice， 很可以。有来一组真的，好不好？但这不管你真假，你就是要通过我们三道考验来介绍内容。好，我们一开始先用这个后面有一个爱情的重量，先公主抱，新娘抱，没错。哎，公主抱完之后呢，我们一起走这个西走走天堂路，天堂路，最后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们再一人一手，然后呢又拿这个爱的钓竿钓五只鱼起来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爱情有你。欢迎两位的一起来挑战，有点甜。哎呦！好，音乐来了，音乐来了，音乐来，音乐来，浪漫哦，还在摇。哎，走上去还能摇吗？下一刻苹果，等你从门前经过，送到你的手中帮你解渴，像夏天的可乐，像冬天。你是对的时间，对的角色。一起约定过，一起过下个周末。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，唱得不错嘞。也不知为何，伤口还没愈合，你就这样闯进我的心。Yeah.
我想的寂寞，那小小情绪到了到了，快到了快到了，好，可以放了，可以放了，你不要放到，你不要放到浴缸哎。恭喜两位，我们在我们节目里面公开了啦。哎，真的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哎，女生男主动，我想这样子。对，哎，他刚刚玩这个玩到嫩卡千文了，有没有？真的站不起来，我太痛了。那个痛到已经不能再痛，了解。可是千文好会唱歌哦。哎，你很唱很好。其实唱很好。抱成两两两个都唱很好。都唱很好。琴瑟和鸣。哎，真的，真的。今天我一对哦，不用手铐也能永远在一起的了。